许新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天英他不想见你了，你还三天两头往这跑，有意思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再来了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现在是人家的未婚夫，跟天英还有什么关系啊？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，反正我见不到天英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天英，天英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天英，你出来见见我。天英，天英。 我有话跟你说，天英，你出来见见我啊！你听到了吗，天英？天英，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赶紧走吧，别嚷嚷了。你是不是把天英关起来了？她是我妹妹，不是囚犯。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关心她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指责我，更没有资格在这里大喊大叫。许星城。 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天英，可现在全东江的人都知道你要娶的是洪家的千金，你还来纠缠天英？你要她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啊！我没话说了吧？这次是你自己作孽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天英，天英，天英，你出来啊！ 天英，你出来见见我！天英，天英，星辰。 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是不是你哥又把你关起来了？你没怎么样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星辰，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？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？我见不到你，才是对我最大的折磨。我不分手吧。我不要分手，我永远都不要放下你的手。太晚了。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是吗？天英，这种玩笑不可以开的。是真的。你到底要嫁给谁？段天赐。你疯了！他是你哥哥。 他是你亲哥哥，他不是我哥哥。段天赐根本就不是我亲哥哥。从我知道我被收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踏不出这个家门。我的命是段天赐救的，我的人是我爹养大的。他们的人情我不能辜负，我也无力偿还。许星辰。 你马上就要跟红兰结婚了，我不要和红兰结婚，我不要，我许星辰这一辈子只要娶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。 我们两个不会有结果的，你也不要再来找我。